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今天咱们继续看国战录像啊。这个曾几何时我也是存了一些录像啊，这个以后陆续给大家放出来啊。今天咱们先看两盘啊，你看这都是，这是几月份，五六月份的录像啊。咱们先看第一局。这边选将的话，你就选，基本上就选两个四血的了，孙坚、陈武或者张任、董卓都可以，都不是很强。但是呢，两个四血都还是有可玩性的。陈武这个武将大家见的比较少啊，可以，所以一般我会选出来给大家看看。这个武将呢，确实不是很强，但是呢，也是有一定发挥空间的。因为吴国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爆点，陈武是可以作为这个铁索连环的引爆点的。另外的话，他的这个过拆很多时候也是有奇效的，包括单挑群战。好，这边看一下，我选择陈武孙坚。这边这个一号位直搞鸡，开了一个五谷丰登，仿佛寻找他的基友，不知道寻找到没有啊？我们这边有三个人啊，不需要你，我们人够多了。好，这边顽皮小小月，也是挂装备，并没有有人进行盲狙。好的，看这边，麒麟弓，以逸待劳。这是什么？香香脱衣服了。好的，他准备开始搞一波了啊！这里多说几句啊，这个四个势力啊，这个吴国是最不适合乱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吴国，你首先你如果忙到队友，就是不可挽回的。什么鲁肃啊、二张啊、香香这种，都是三血脆皮，非常怕忙的。一旦忙到一血，就无法挽回了。你不像人家魏国，是吧？另外，你忙到其他势力，其他势力有很多具有反噬能力的，对吧？具有反噬能力的，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很可能反噬你。你看这边杀到郭嘉就是这样，还杀到一个人王盾，很尴尬。结果这边还来了个张角，你看这就是对你完全没有好处。人家魏国上来乱忙我就不说了啊，这个大家都见多了，忙的队友也伤害不那么大。群雄呢，人家忙，至少人家有后面有可能有很多有爆发的武将，直接一波带清场，对吧？你看这边你杀到张角独裁，你很赚吗？人家其实也没多伤，结果你自己快把自己玩死了。好，角哥再来一道雷你就再见了，鸡鸡了，是不是？人家蜀国呢都是四血壮汉，人家浑水摸鱼，忙一忙没准偷个 boss 也是有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反正蜀国孱弱嘛，对吧？也能说得过去。只有吴国是最不适合乱忙的一个国家，这是由国战环境包括国战这个版本所决定的。所以吴国就老老实实归着，不要乱忙，乱忙获得的收益很低。你看干了半天啥也没干出来，然后自己玩死了。人家郭嘉张角其实也没那么伤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怒开一个桃园，自己没掉血，给那边开一波桃园回个血，是吧？可能是魏国啊，好去打群雄了，然后还这么风骚，基本上是个魏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，好像是荀彧的样子啊，非常之浪，那就悲歌干他，哎，给他翻了。我这边就剩个八卦阵，你是魏就是魏吧，反正还有那么多身份不明的。我先这个把自己武装到牙齿，大家记住，你就真的你用吴国老老实待着就行了。好，香香看了半天，一看没啥前途了，走了。好，庞统通通连起来吧，通通赶紧连六号啊！六号跳的这么明的位，你不连，老去打人张角干什么？你要吃菜吗？对不对？你又不吃，你就去打六号。六号这个屌人，你看火攻，当然郭嘉了，仇恨值更高了，牌多了，肯定大家都想打死他，生怕他这个一口气缓过来啊，就再也打不死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人之常情。你看又出来个郭嘉张合，就人家魏国你看被这么多人打，打了半天也这个没什么屌事，是吧？吴国忙完了，就说实话，就算你忙到两个人，你把人家忙残了，回头人家掉过头来打你，你是没有一点反抗能力的。你想想太史慈有啥反抗能力，根本没反抗能力。好，咱们接着看看这边，这个人挂马，看他要不要动。好，他并没有选择杀郭嘉，没有选择杀郭嘉的话，有可能是魏，有可能是吴，就表示看看戏，对吧？我群鼠的话，可能应该会杀，当然也有些人他就不想去杀，这也没准儿。比如是个群，他表示反正你也不吃菜，我就杀你干啥？啊，这边这个人不是魏，捅了一刀，果然杀出一条狗。我这个表示四号无论是魏还是吴，我去搞一搞这个魏国都是可以的，反正这个牌要弃掉的。另外的话，这个郭嘉张合你不要看他一血，他这么多牌是个屌人，说不定藏着什么。就这种经常是什么吕蒙周泰一血的时候一大堆牌，
其实他的能力很强的，你往后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又是一顿移，把这个兵移给五号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好，张角来顺，拿个盾吗？好，啊，拿个盾先护护吧，一会儿弄不好还得没。好，看看这边这个人，这边要九杀谁？九杀荀彧还是九杀谁？好，九杀张角吃菜了，那就是为了，啊，别的势力是不可能去吃菜的，因为有郭嘉有荀彧嘛，他选择了吃菜，但他也没有选择亮，他表示独菜你这个啊看着断吧，对吧？然后又把我勒住了，那更是为了。好，这边看这个人亮不亮。好，他亮将了，那我这边这个吴邪要给他打，这时候不要说哎两个属了不给他们打吴邪，这时候是三个位，而且他亮了大屌飞，他的行动回合远远比我的行动回合要重要，我得摆板，对吧？你要想清楚这个问题的实质，而且他干活比你干活啊要来劲的多，对不对？快滚回去，管事儿的多，有的时候你不要脏了自己的手，让别人干活是更好的一件事。所以说并不是说两个属你就不给他打无限，哎，自己被乐就打无限，你这乐就乐了，有什么你就没掉血，让他去砍，秉忠贞之志，你不杀掉这几个魏国，一会儿这几个魏国一反食就打不动了，对吧？砍起来大屠夫，能不能把荀彧斩落于马下？看这国家人那很多好情，估计弄不好还有，估计看他愿不愿意抢救荀彧了。好，不救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了，不知道是有不愿意救了呢还是没有了。好，那边燕人张飞在此开始斩杀四号。好的，寒鸣掉，马下掉，再砍，要掉血呢还是怎么着？不知道这个人是真的没有卖血的还是卖血的被断肠了，反正是砍了一顿不能出来了。来，还有没有？别召唤了，召唤不出来。好，好像是跃进的样子啊，结束一段有技能。这里亮个陈武啊，亮个陈武，他们没见过，没见过就觉得很弱是吧？当然你还是要亮的，让他们先打着。嗯，你看又拆掉一个桃，你看这郭嘉这屌人，对不对？你看还有桃，还有两个呢啊，拆了一个。所以说这个你看着他一血其实非常恐怖。好，跃进终于出来了，嗯，终于出来了。好，断了一个，不知道是什么，难道是存天歌啊？邓艾跃进经常在一起是吧？好，再偷一波，不要托管啊朋友，你可以连营的，不要托管，这魏国要反扑了。不过他这个连的有点蛋疼，你们也连着呢，你们魏国也连着呢，你连他们干什么？这里我是他，我肯定不连，因为又不杀庞统，庞统还有一条命呢，你杀这个姜维就得了，我这得救一下姜维啊。第一呢，我看这庞统托管了，第二这个反正桃子没有用，花出去，然后另外这个跃进反正也要还是要砍一刀的，然后再去砍姜维吧，万一他砍不死呢？你看这郭嘉张合出了那么多个桃子，然后搞了半天又出来又吃了两个桃子，你这不是火攻自己吗？反正你自己也连着了嘛，是不是？浴火重生。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不应该去连庞统，让庞统涅槃，让庞统涅槃很可能是他们的败笔。反正你们打死姜维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庞统着急啥？一时半会儿你打不着，你看打人家摸四张，一会儿还要摸两张。好，这时候拆手牌是对的，拆我手牌，因为他们不着急打我，我这加一八卦一会儿都能移走。好的，这边我要干活了，必须要把这个邓艾弄死啊！邓艾肯定得弄死，拆一下桃子，万一这屌人还有桃子。当然庞统打死邓艾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，六张牌，但是他能不能打死这个郭嘉张合这个就不一定了，因为宇宙家和对吧，两刀家三刀家那是不一样的，你看刚才他就宇宙了，看还能不能宇宙起来，所以这个我是无法预估的。当然他就算打死我单挑也是可以打的，我完全不惧，他能不能打死看天命吧，看他自己的运气了。好，能不能砍死？好的，宇宙家已不在，毕竟宇宙过了，那打死就打死吧。所以这里你是无法预估的，他能不能打死，也有可能打不死，打不死国家就一顿反噬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呢邓艾肯定要死，要单挑，单挑不要着急啊，这里不要亮将，不藏着，让他去猜，你又不用技能，就让他去猜，他就心里永远有疑惑，比如要想你是不是周泰啊，你是什么，是吧？不用技能的时候就不要亮。当然我这里是打的比较拼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有过牌的，我没过牌，我跟他耗不过他的，所以打得比较拼，把闪都弄了，留减一，我怕他洗距离，还好判了个红。接下来呢过拆要留着，因为我可以这样去拆，那该拆距离还是给他拆了，然后慢慢磨他吧。而且减一马要拆的，因为减一马是防顺防兵的，这顺和兵一旦弄出来非常可怕，对于我来说就砍他，不要急，不惜性命
这里把过差用掉去拆他手牌啊，因为他生息过的牌，杀留着去砍他。过差没什么用，因为他挂什么装备，我一会儿还能这个利用我的技能去拆，对吧？这都是可以的。好，决斗，决斗他，他怂了，怂了，那就把你的加一马拆了。这时候对于我来说，我是要打得拼一点的，还是那句话，因为他有过牌，我没过牌，我拖不起，拖时间长了，我是一定拖不过他的。你想，他有梅花制衡，有生息。好，丈八是个神器，太好了，闪我就不留了，闪用来拆他手牌，就每回合还是要拆他，因为他生息过的牌很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好的牌，拉排差的牌，要给他拆掉，丈八要留着，因为打着打着我就开始要断杀了，没有那么容易摸杀的，当然这里运气不错，摸了两个顺手，啊，顺了一个桃子，直接丈八掏起来砍他，好不容易剩下两张牌，必须压他血线，不要吃桃啊，千万不要怂，当然是。这三张牌我就不舍得拆自己了，另外拆他他还连赢，丈八是神器啊，他起金刚了，当然他不会来砍我的，因为他砍我他又不能摸牌了，还打个锤子，好，丈八砍他，然后金刚剑可以给他下了，因为拆他手牌他连赢，其实到底能连赢出啥牌你也不知道，所以就没必要去拆手牌了，老老实实拆个装备比较踏实。这里他有没有顺手冰凉啊？没有顺手冰凉，我建议他拆张丈八，因为拆张八我可能断杀就砍不了他了，对吧？咱拆加一也不能说完全错吧，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拆丈八对于他来说，他需要苟住。你看这里我根本不吃桃的，直接拍出去，要不然我就断杀了，砍不了他，他还能苟，给他贴个乐，一血贴个乐他就很难了。一血贴个乐他真的就很难。你看他扔的牌啊，扔的牌里有闪，说明他手里一定是闪九或者桃，所以这里不要去拍。直接拆他，我这里把八卦阵弄掉，就是防止他啪一会儿他搞掉我装备，自己起加一什么都打不到他，就比较麻烦。因为这时候他一血他是不会来砍我的，他不可能来砍我，他砍我他更归不住了，还来砍我。好，这里砍他，没砍到，没砍到就算了。你肯定要拆拆他装备吧，手牌还是那句话，连赢的你也不知道啥牌，拆不拆到底。好不好，这都无所预料。好，这里他由于一血撑不起血线了，所以他只能选择进攻了。那我这里是，我这里不要阴魂他，阴魂他等于帮他过牌。这里我选择要重铸，这里有几种打法吧，因为他手里牌未知牌你也不知道，你可以啊，你要觉得他不是闪你就直接九杀他，你要觉得他是闪你就可以先丈八然后再放南蛮。因为连赢出来一般是杀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，正常情况下他一般是闪或者可能性会高一点吧，但是这是个抉择问题了，我决定先杀一刀，结果把他给杀了，那也就是说他没有摸到闪，如果他是个闪然后再放南蛮大概率也能打死他。然后咱们再看第二局吧，这边选将的话都可以啊，诸葛亮庞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两条命的诸葛还是挺厉害的，或者你常规选项就是什么邓艾曹丕或者曹丕夏侯渊，一般其他国家有比较厉害的我就不选位了，就是我不太喜欢让别人老弄成大位，没什么意思玩的，我尽量避免减少一下这个概率，除非其他的太弱。好，这边咱们就玩诸葛亮庞统，顺手牵羊。好，看看这边顺手顺下家啊，然后怪起来总要干人家嘛。好，没有干，然后这个人会不会不高兴，由于他顺。好，他自己这笔看下家，他们仿佛都对下家非常的感兴趣。好，看完了但是也没有动，没有伸手，没伸手就不知道了。这边再借连弩，我把连弩决定忽悠过来，看那边没伸手所以指向了远处。好，他开始动手了，可能是个位，哎呦，喂狗杀到了喂狗，有可能啊，啊，果然是喂狗杀到了喂狗，开始表忠心，又往那边捅去。辽神郭嘉，看来又要对抗大卫的节奏啊，没想到吧，哼。这边这个人哭了，难道你也是喂吗？被他偷了哭了哈，八号表示我有桃子，哼，你还有人。希望别人去偷呢哈，这边决斗三血了，决斗出个笨笨，笨笨表示不服，我是决斗之王，好，并没有决斗过，反正也是一顿操作嘛，然后又给笨笨乐住了，来吧，是时候亮将了，不亮，好像不是魏的样子，
因为这边应该能读出来很可能是大卫，对吧？包括二号也有可能是魏。我这边一看这个啊，这个魏国非常的嚣张，把他们搞出来，因为我怕有些人不知道这边是大卫，对吧？我希望把这个，虽然打三号有可能打出一些副手椅的，但是我希望打出来，我怕别人都看不出来，对吧？必须把它搞出来，让这边干这些魏国。好，他闪了，那不知道他是什么，这就不知道了。闪电扔掉，这不能乱挂。好，结果他是个群雄，那闪就闪吧，人家是群雄，你这自己别看啥呀？他不就一个群吗？不是一个魏吗？看啥看？失礼了。好，吕布貂蝉，好的。但他是寻他闪着闪他自己去看，说明他自己也看不清楚这个局面哈。这边也是一个飞位，拆一刀，拆了个距离啊。大魏国，好，他没有去砍，行吧？因为二号毕竟没有说一定是魏，二号也没有动，难道也不是魏吗？然后只有这两个魏吗？但是他也没有去杀下家。吕布听了想打人，拿来吧，拿来吧。好，诸葛亮你也投，丧心病狂。偷走我一个桃园，偷走我桃园，你又不会开，是不是？好，不砍了啊？咋不砍下家了？接着砍啊！下家到底是不是魏呢？看他这回合，还是不动。妈呀！鲁大师，来鲁一手吧？要不要鲁？不知道，看咱缘分吧。非常寂寞，又想激昂，又想杀藤甲，结果啥都没弄出来，不测风云，真是醉了。这里把这些牌该拿的拿掉。远交和南蛮自己拿，对吧？对于自己来说都是比较好的牌，远交他，然后自己拿到那张八卦阵和过拆。好，这边南蛮连弩可以考虑给他拆，当然我没有选择拆，因为我觉得拆周围都是魏。火杀，还是想让他出来，因为我总觉得其他人看不出去形势，结果这边也是个魏，这就有点悲催了。这就有点悲催了。好，这边扔掉，留一张沙尔，曹操卸个南蛮。鲁大师表示要日了狗了。鲁大师丈八不拍吗？看起来手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吕布貂蝉干活，干起来！杀！谁能挡我？谁能挡我？看他要不要寒冰？好，决定寒冰，把马下掉。羡慕吧？你不下手牌吗？他想让那边那个人也去砍，行吧？你也不离间一下。杀！闪！啊！结果他也是为，他是为，他这纯属乱打，就纯属因为。因为三号砍他，他就打三号，你自己看看局势啊啊，这纯属乱玩。啊，这魏国我就不明白了，明明所以就是说他明明跳了个那啥就啊那啥，这无懈打的，我的天哪！那他妈放放血啊，卖卖血。万箭齐发。好，最终还是可以放血。哎呦，万箭那还行。我读三张那赚了。不被欺。鲁大师能不能顶得住啊？能不能顶得住？你打牌要分析，而不是说谁打你你打谁。我去，这货存货真是多，有点丧心病狂。吕布，请收下。吕布，掏出你的桃子。我这个 A 差评，我当时哪想到这边这徐晃也是魏国啊？他明明去搞的魏，谁知道？我本来是希望把魏国搞出来，让大家一拥而上，赶紧干。何惧于天下？结果徐晃也是个魏。吕布给不给力？好，吕布桃子真多，非常的给力，够意思。啊，这边魏国都没什么距离了。好，这个荀彧啥也不干，先疯狂的吃桃，连个驱虎都不敢。吕布一张牌不敢驱虎，两个桃，先吃的饱饱的，然后再想起来驱虎，然后发现，咦，为什么我不能驱虎了？灯不亮。这就是，哎呀，尽显菜鸡本色啊。这里驱虎吕布打鲁肃啊，一会儿你看他说啊，别人问他不驱虎。杀！你有桃子还不敢驱虎？我去，那么多桃子，有没有大点也要驱虎，对吧？你就算拼输了补牌也可以，拼赢了打死鲁肃，对吧？没大牌怎么驱？没大牌就不能驱了？我头一次听说，不能驱是并不是没大牌，是因为你吃了两个桃，结果导致这边鲁肃没有死，很可能导致他们崩盘。来鲁一手。没有撸啊，可以撸，连号师在撸啊。好，他说他要桃子，把这国家的桃子给撸了，非常好。这回接下来是我打输出的时候了，看一看。来，他这边被兵了，控一下他的兵，把他放出来可以。当然这里自私一点，就自己拿桃子，
不自私呢就把桃子给吕布。这里我可能还是想打点输出，看一看吧。火攻，我自己拿了火攻，没搞一波火攻这个虚晃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？他想吃满血，再拆。当然这边郭嘉可能有桃，可能有一个吧。刚才说留了两个吧，把这边铁锁给他解了，留张杀过了。他不会削锅我，不要打问号，给你控制，控制的非常好，让你进行输出，让你进行虚虚。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好，魏国要崩了。寻你的桃子呢？吃的挺快，该出桃的时候没有。他没有技能，他效果不了我。好，打到这个程度，略有点后悔，可能自己拿那个桃子会好一点，让吕布凉血，略有一点后悔。他这边表示荀彧他妈的装个盾，他妈让你卖血都卖不了，恨不得要咬人了。好，荀彧继续做白板，把自己完成一个白板。啊，不吃鸡荀彧啊，吃鸡他也得掉血，他也不愿意掉，非常的尴尬。啊，当你魏国开团的时候还打得如此自私，那就啊就把荀当一个人把荀彧玩成白板，就明明可以不玩成白板的时候玩成白板，那就已经太失败了。这边他继续迎魂，给这个黄忠。鲁肃再给我撸一手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存的好牌都是我的，拿过来有酒有梅花，非常好。看看这波能不能打输出。好，又有好牌了，远交。这个南蛮，这里注意远交，就是你拿后面，你如果远交别人，别人拿的是这个前面那张牌，他拿了一张杀，然后酒我可以拿，是这个样子啊。远交进攻，你叫鲁大师。铁锁连舟，如履平地。挺住，过牌，找一些可以打出大规模杀伤性的牌啊，比如说火攻，比如说火杀什么的。好，真找到火攻了，火攻他就一张牌啊，火攻他没事儿，我不信他没花，他是没花认了。当然我也没有没花，我这里没把这个南蛮派出去了，因为我希望打死魏国以后再收到梅花，留着这个九属性杀，很可能就能搞一波大的啊，能收一大波牌。他这个牌就非常凶残了，非常的凶残。顺手牵羊，希望能把鲁肃的闪顺掉。哎，鲁肃，那我知道鲁肃没有闪了，鲁肃手里那张牌我知道是一张黑杀，所以这边直接把他们连起来，所以略有一些后悔，刚才不给吕布讨好了，直接把他们全带飞了。当然这也已经很爽了，也如果能把这个郭嘉和鲁肃带走，以后很有可能还能收牌打死吕布，看吧。略有些后悔吧，当然吕布人家也许还有桃子死不了，这都是有可能。守谦退之节，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啊，他也不给吕布补了，补就不补吧，带走，再继续过牌。神乐能不能乐住？外面有无懈，好像是我们的，应该是黄忠的吧？只要这个乐住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这不他。然后挂刀过了，这个一波操作完美，结果人算不如天算，屌人天妒了。他天妒了，我感觉黄忠要走远了。这屌人还有桃子，好吧。夫君，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这个乐真的是，如果没有这个乐的话，感觉黄忠死不了。然后黄忠搞一搞，对吧？这个不天妒，他搞一搞，把吕布搞死，我们把吕布搞死，不就赢了吗？结果黄忠也是非常的惨，不服老了。接下来看军师自己的吧，黄忠被斩杀了，我借我的刀，好，行吧，再驱虎，驱虎打我，行，你挂闪电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相信老天爷啊？好，他反正就能砍谁砍谁，能打到谁打谁啊，反正自己就是自己要死了，一副有病乱投医的样子啊。好，这里决斗拿掉，功于一役，先开个五五，决斗因为是张梅花嘛，可以连出去，都问题不大。停住，哎，来了张万箭，不错，先把他们连住，然后再放万箭。如果他有酒什么，他刚我就涅槃，然后再打，没有就算，对吧？这都无所屌位的事情。他们已经一切尽在囊中。好，这边他表示要把夏侯惇弄死，
跟我单挑了，因为我没有距离。啊，行吧，因为他有神装嘛，他利用他的神装压制我，好吧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冰，而且他有冰，冰住我，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办法。当然他现在不太敢杀我，因为把我杀涅槃了，他很可能死，他状态不太好，他需要养状态。好，这里他也是羡慕吧，用两张闪，我这边拿个桃子，哎，还来了个刀，那砍他看能不能砍死他，他气闪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砍死他，不可能，竟然给砍死了。我看看他手牌到底是什么吧。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个屌人手里是什么牌？可能是啊，留了张杀防弹丸的，因为自己有加一八卦，可以这么留，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这么留的。但是我运气还不错，摸了个刀，而且他八卦还判了个黑。怎么说呢？我只要快速击杀掉他，他回不起状态来说，还是比较容易赢的。而且我有个优势，他就是不他不敢打我，我还有一条命，就是诸葛庞统的厉害啊。好了，这个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